兄弟们，我真是无语了。今天便利店我遇老王，这家伙居然说要一起算，最后以总价的单双来定谁买单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欠啊？便利店买个东西都要比，反正都是50%的几率，谁怕谁啊？先把今天的晚饭买了，再拿一个饭后小甜点，新的魔爪也来一个。兄弟们，我转念一想，反正都是碰运气，那咱就往贵了整呗。真的有那么好客气？明天早饭我也给他搂了，坐等老王，一会儿咱就看鹿死谁手。Later， 真损呐、啊，用这个塑料袋定输赢，我妈现在出门都不带塑料袋，真的。你爸不带呀？兄弟们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日本便利店一个塑料袋3块，本来是我压双输赢的，谁知道半路啊，这小子掏出自备的，硬生生的给他压回单数。刚才那一波啊，花了我5000多日元，纯纯是大冤种套餐的。不过没事，人嘛要学会吃亏是福。哎，看看这个蛋包饭，哎呦我，你看这色泽哈、啊！我就觉得这个是京都蛋包饭老爷爷做的。再尝一尝这个寿司，看一看这个大蟹肉，我就觉得这个是东京寿司职业捏的，丝滑至极。这个草莓泡芙，瞅着卖相，这压根就是法国糕点师做的呀。这面料，这一口下去，满口爆汁啊！魔爪收个尾。哦，谢谢啊。